当然是假咯。哎，大班长，烟子到了。兄弟家里吼用三个步骤。来时阵伊就开始咧滚吼。别怕。天啊，你好。我跟你讲咯，哎，哎呦，吓掉掉啦！小心小心，小冲。好，看到了，看到了，乘风破浪，征服四海，不论是晴空万里还是滔天大浪，不是带不下，干脆断线不回航。今天就跟着沈老爷的脚步，一同踏上东部海域，寻找无坚不摧的狂暴猛龙，展开一场穷凶恶极的乌龙大战。最近东台湾的海域相当的不平静，整个已经过来，现在有信号，燕子，燕子，有信号，哎哎，真的吗？有信号，他已经拉上一点点，有。有！据说隐藏在这切洞穴之中的怪物，就是身长一尺的巨无霸神龙。喂，喂吧！沈哥，你看，哎，错哟。为了这场惊世骇俗的屠龙大战，各方高手齐聚一堂，誓言超越巅峰，成就霸主地位。进来！哦哦，不要那个啦。好啦，莫变啊！我没有镜头啊，我没有。哦，开关，开关盖。我要放松吗？哎，沈哥，阿爸，你跳。哦，大家要起来了。兰克啊，金龙年最火红的新春地炮即将震撼登场，凶派。哦，我回来公司了，兰克啊。各位拜家你嘞哦，啊新家你谈喜气洋洋，啊伫咧只辛苦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尼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哦今年拢平安大赚钱，啊讲着赚钱哦，哎，恁拢还未上班呢，哦，阮就开始要开工啊，无啊多，听讲即阵讲哦，啥物嘞，大雾出现。叫阮大阿一点挂都大，阿哥你过年呢？哎呦，哎呦，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啊？夺命连环攻，人家都还没有开工。因为龙虾大出啊，有听说有巨型龙虾跟鼠币一样大，所以现在不去的话就没有了。过完年就没有，哇，羞憨啦，不可怜啦。真的会啦，他们那么厉害，他们都知道过完年就会真的没有了。哎呀，过几天再去啊，他不会，哎，哦。跟手背一样长的龙虾看起来有搞头哦，好，马上出哦，没有大虾不回航。这边的，来啦，你，我要这人哎，我来拍摄啦。这样就厉害，这样。宝岛，不要摸高错啊，棒棒，我没有走错路吧？既然带我来钓虾场找大虾，吼吼，今天是落差啦。啊，算了，还是先找老板再说吧。你看到我的串一条无？哦，会哦。你要看，胖胖，你看人拢来见咱嘛，唔同是讲我哪会来这出现？哦，啊，你我都落差了啦。哦，没啦，沈哥，咱这内底钓龙虾嘛是有技术的哦。我赞唔错。好吧，你来支持安置，说不定趁这个机会还可以找到一些钓龙虾的法宝哦。OK， 事不宜迟，咱拼落去就对啦。点点啊！哎，啊，今啊开始要钓哦。哎，都安尼凊彩甲弹落就对啊。哦，无，沈哥，咱爱钓到我表边的，因咱叫一块板啊有无？啊，板啊下底就是康金针的力量的。你讲这走到有破掉有康金针？哎，草底破遐就会使啊。这样，哎，好，现在就开始等。啊，他那个鱼讯来的时候是怎样？他讯号？鱼讯来时，咱哥阿伯会丢嘞。哎，哦，啊，有当时也是线，你看线伊会拖歪去。哎，啊，拖歪去的时候，咱就是爱哪准备啊？啊，用水讲是真简单啦，实际上掉下来吼，可是挫折感满点嘞，到现在还是没有消息啦，哈哈，有够可怜。放下，放下，兄弟。哎呦，哦，压死人，压死人，哎呀，很臭啊！
太强了吧，兄弟，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给我钓到龙虾，一定还有其他的独门招式。我说老弟啊，还不赶快钓出来。因为它有两根胡须嘛，第一个你会先碰到它嘛，那我们通常都是这个碰到的时候，就杀戮杠先碰到的时候就是错了，就会中它的须了。哦，对，哦，这个是两种方法哦。他就说，第一个就是说你找到它的时候就利用鱼钩的部分去给它勾起来，对。啊，另外一个就是等它来吃，对，正吃。哈哈，有个学到一招了，接下来就看我老爷如何双管齐下，收听巨无霸神龙。你们常常来钓？还好哎。啊，你教他钓还是他教你钓？我教他钓。哎，好不好玩？钓，好玩。第一次了，我第一次钓。哦，那好玩。那个感觉怎么样？感觉他很有力，很有力了，没有拉筋。好，哦，谢谢你，谢谢。哦，一百块钓。我啊，今麦是啥物情况啊？接连给我中虾，看的实在是吼，有够眼红的呢。哎呦，厉害厉害！哦、啊耶！哎、欸，现在为什么现在龙虾开始大咬？吃饭时间到了吧？你们的鹅不一样，我刚刚是用那个鱼肉呢。哦，然后利用虾仁。哦，想袂到讲虾吧遐强哎，安尼虾好甲划海哩，啊你会使给我一尾咯？虾好，我来甲交我换钱看卖啊。好啊，好啊。好不？OK， 现在必杀武器都到手了，马上就要看老爷我如何大杀四方。帅哥，哎呀，丢不？哎，够惊喜啊，够冷冷的心上人呢。是哦，我看你安尼丢。哎，哥林，丢啊，喂喂，啊你那里看？我他看你看遐久啊，哦，我真正冻袂住。冻袂住安怎？嘿啊，你安尼丢袂使。我嘛真正要钓啊！我拢拍野手，你叫做拍手。拍手。对，你也想看安怎去钓野手？你才是真正厉害。你安尼讲到几点钟，讲到四十三坡，表示你足够就对啦。加讲。这条地吼，你算苦落去了。嘿啊！光说不练，你还出一支嘴，还看到老哥有困难，你也袂晓安出手相助，然后倒钓一下看。重点是我袂使帮你钓啊！啊，这样你即马是安怎？真正是乌干那底导游看袂出来啊！这个格林吼钓卵姿势一流的，没有想到钓龙虾也是有那么一套，呵呵，只是怪怪哦，是安怎头家拢不爱和你钓？你是欠人回啊钱吼？小姐，麻烦他放开出来的，他放开出来。阿德，外遇照没？有你要找时间把人清清的，无你安尼去用洗刷来，那么这个问题哦，交给我来着。哎，找时间爱讲迄个，叫我这个人啊。有啦，我有清啦。是安尼啦。嘿，那就因为吼，伊收到着啊啦，啊，足侪人家咧看不练的啦。嘿，嘿啦，啊，所以吼，咱就。阮就尽量较卖哦，伊做落着安尼啦。收到着，人家咧看不咧。陈哥，你看这是记录啦。这，哎呦，这几公分啊？无偌济啦，笑我尔哩。啊，你娘话，笑我这只拢几斤呢？伊这个毋是阮才钓的哦，这是野场的哦。野场？哎呀！你在野场钓的？是哦。哇、哦！看到这只粗的吼，我咧手拢揪起来，我今仔日咧袂使，我伫遮咧拢放久咧。咱明仔载吼，带来野场，吼、哦，大杀四方一撮。我钓这款的，啊，不加粗了有。想不到咱们台
湾还有这么大只的野生龙虾，不去挑战一下怎么行呢？这场惊天动地的屠龙大会，我是跟定了。地方算我的古战场呢，兄弟，我已经两年没来了呢，my friend。啊，这阮这龙虾，你拢在搞吃无呢？有哦，都冇偷偷咧吃。龙虾这侪个这大，啊，咱两个钓呢，咱两个要做一只无？你嘛帮帮忙。没啦。啊，你高手咧？有，甲你讲，拢在遐。过来酸鸡的店来钓，因为这个场哈，它的环境很适合龙虾的生长。注意看哦，它的肉状，就是它的小我们说的虾破状哦，很绵密，绵密够多，够多啊，多层的 JN。哦，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哎，龙虾它是适合它这种环境，它能够让它生长。苏澳港的消波块层层叠叠，地形呢相当的复杂，大大增加了做钓时的难度，但也因为如此造就了龙虾嘴角生长环境。加上保育的政策确实的在推行着，让苏澳港有着龙虾天堂的美誉。今天有了众家高手的相挺，这场激烈的屠龙大战肯定是精彩可期。哦，话不多说，开战喽！哎，大哥，钓啊！哦，钓啊！钓！哦，我跟你讲，钓啥？钓地球啦！钓地球咧！大声！我伫遐咧打坐工，即摆你钓钓咩啦？钓地啊，爱盖啊！唔是甲错灯哦？未使啦！你啊，即摆一个坑内底吼，鞋啊足济，对不对？你嘛钓鱼啊，就你嘛挂灯内底。哎，这个坑就废去啊！哎，怎么解啊？这个怎么解哦？我一个小法宝。等收线也是不能用力的，那我们不用力的时候，因为我们收的时候，你如果太用力会卡住，就像现在这个状况一样，我们卡住，可是也有可能你太用力的时候会放不下去，那这就会造成我们钩组的损失。那所以在收线的时候一定要轻轻注意，慢慢稳稳当当的将它收上来。在这里一定要奉劝所有的钓友，当钓组挂底的时候一定要使用解卡圈，千万不能剪断钓线，以免破坏海中的生态。阿盖啊，真的是太神了，才刚来耶就被你找到无敌大龙虾的巢穴了。哇，我在钓了，你这坑哦，咱来修缮一下较好看。我们就在这边那个。哎，整头外后鼠哦，它就是超两次的阳杆形成，它就起来。哎，给我，耶，八一八，哦，波纹，这是波纹，哇，是啊，这边的它的脚有没有？有，须有没有？它有那个斑马线有没有？兰克啊，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小 baby 呀、啊？咱们宜兰的这片大海，才一开始就给了我一个 surprise。OK， 我要来找个好位置，开始请兵喽。石哥，好。哦，咱来这个钓场吼，咱第一个钓龙虾，咱爱先会当选点。先选点就是讲，因为咱较在坑。
对，哦，爱知影虾啊，差不多比在倒位。OK， 嘿，咱即马咱看这个肉粽的摆法，咱注意看，水嘛，安尼干咧，安尼干咧涌上来，对，会涌上来，剥，那遐就是剥出来，就是所在就是空，嘿，迄条空伊，但咧它是外空，哦，嘿，水硬安只弄入来，啊，这个空涌上来，涌上来。龙虾洞的特征，一般龙虾最常躲藏的地点就是消波块堆叠的时候所产生的缝隙，而这些缝隙呢，必须相当的通畅，海水不停的涌入，才有办法让龙虾停留。而龙虾喜爱阴暗的环境，所以当钓竹放置阳光无法抵达之处，就有机会给它钓中龙虾啦。哇哇哇！哎，兄弟。哎，等一下，等一下，有，等一下哦。哇！五哥，哇！五哥，哇！谁？整个已经过完，现在有信号。燕子，有信号。真的吗？哎，讲不讲信号？有信号，他已经拉降一点点。然后我现在先帮你提竿。你要小心了，这边做好屌哟。哎，不给扬竿哦。哇，太强了啦！胜负的关键就在这一刻喽。有。感觉是什么黑毛啊？有。这一定是错的啦，淹死啦，撑住嘿！原来是你，还是你，还是女生。你们几只都跟狼一样啊！我也很紧张啊。有，那就滚！我要，还要再爬一次，等一下。哎呀，别爬了！有，上来。收了。有，有上来了。上了。啊，看到了。我看一下。哇呀！等好久。错嘞。哇，人家你要看麦啊嘞！哟吼，密毛龙虾哦，够水的啦！哎呦，这边看它这边哈，那个刺很多。对啊，如果我们一般红色的龙虾哈，因为我们说的日本龙虾哈，它这个刺哦，其实没那么多，你看一刺的，哎，我一帮帮你去砍吼，你帮我呀。Frankie 啊，想要钓起这么大的龙虾，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哦。在起虾的瞬间，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够马虎，只要一个闪身，随时都会跟它擦肩而过的哟。我们起虾子哦，它我们不像我们矶钓一样哦，有讯号的时候是马上扬竿。引拔做何？不可以，因为龙虾它在救饵的时候哈，它是很轻微，先把抱过来。抱住。对。那时候如果你轻易的马上扬竿的时候，它放开了。对，那个太粗鲁了，所以我们要顺顺的，我们要利用我们这个杆子的那个调性哈，然后我们不是不脚，顺顺要握得稳。整个要看咧龙虾吼，遮侪手诶，啊，伊上主要吼有两只手有分叉，迄就是因为伊讲伊咧觅食的时阵，那边行进间他会去感触到东西。哦，就用迄个咱安尼会使甲试看卖。哎呀，我只有传这虾啊，嘿。我即卖甲弹落，咱看龙虾会照的状况。哦，好啊，看伊迄两只手诶，啊，安怎去操作？对，我看伊安怎食哩。OK。哎呦哎，鱼啊，它抢！哎呀，那个鱼哦，那个鱼哦，哦，你看又抢了，八道腰嘛，我另外我等一个姐姐，无，哎呀，开始了，开始，今天开始来，鱼啊，伊都来时阵，伊都开始咧滚啊，伊会朝伊上好食的角度，嘿，因为伊龙虾水吼是敢两片石头的。所以吼，根据伊个钓饵习惯吼，咱就会使应用伊滴个竿尾鱼讯的判断。第一个阶段就是伊双脚徛悬，竿尾伊就会第一个阶段先小凹。第二个阶段就是伊已经抓到啊，抓到了吼，也重重的再大力凹了一下，凹了就是拖到地上，嘿，又贴地，嘿，龙虾就整个平面的贴地，就把它那个饵也贴地。要第三个阶段吼，就是伊已经摸到啊，嘿，阿姨。伊只吼，伊会惊，因为伊
也把种迄落伊同类，也是把种鸡要来个抢。对，所以伊的车登去伊的拖入去伊的坑诶，把它抱回来。所以伊这第三个阶段吼，它就会很重的大力的最明显，最明显。啊，这个时候就是要阳干还是什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提干了。就要提干了，提干它东西，它会感觉它有一个压力拉不走，所以它就会跳了。哇塞，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了！从龙虾的进食习惯就可以参透到起虾的最佳时机，难怪每次出征都可以百发百中。你们这群屠龙高手吼 ，I fool you！ 大哥，咱即摆才开始钓啊！开始钓了，好。换家具，准备开始烫身咯。大哥，你这客栈什么瓦沟啦？哦，咋？这支水呢？这支哦，你甲看麦。两个螺烧，敢那金蕉的烧烤。这个干真真不行。不行，无用武之地。真的无用武之地。你这个先叫我人者。怎样呗？你看你。嘿啦，接啦。神哥，那头前一挂，好不好？倒手边的，我今嘛吼，带你来去阮做狗仔朋友遐，专门咧做龙的狗仔，为你量身定做，打造一把你的专用杆。哎呦，想不到钓个龙虾居然还那么讲究啊，连杆子呢都要量身定做才行。OK， 既然如此，我就趁这个机会打造一把老爷我专属的屠龙大刀 ，Let's go！ 这个啊，老叔。你放今仔日带谁来？沈哥，你来来接啊！幸会，久仰大名。说到老厨做的龙虾干，可是轰动武林，惊动万高。据说台湾钓龙虾的钓友呢，有一半以上的杆子都是由他亲手打造。而使用手工杆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可以依照每个人不同的喜好做出许多的变化。想不到只要多花一些功夫，就可以在钓虾的过程当中挥洒自如，更加的轻松，真的是冒掉喽！啊，沈哥，咱即马要来拔这个大尾，哦，来个拔一下较敏感，咱是啊，这段来个拔一下较油的，越油就越敏感。实在是太专业了，玩钓竿居然玩到连大型的工程用机具都一应俱全，简直都可以开着小型的钓具加工厂喽！吼吼，这个老朱吼，真正是受人尊重。大哥，哎呦，你有想要试看卖哦？啊咧，你才信任我。我去。OK， 好，太棒啦！居然还可以亲手打造我的屠龙刀，嘿嘿，来这抓真正是赚到了。OK， 搞我处理就好。这会不会太慢了？500，600，对啦，这样比较快啦。有点快。卖差了，我今麦在泡，我感觉今麦是动。我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专属龙虾干终于快完成啦！哈哈，好期待哦！陈哥，你算得真快 ，OK 了吧？大叔，你看，好，你要干点点。好，再来。陈哥，你来无了安尼？哎呦，那变 S 型的、Holo 型的。下回啊，这些代志大条咯，我的屠龙宝刀该不会只能拿去鸟比赛了吧？那你看这个地方特别细，会断的就是会断的。真的吗？哎呦，好像树，好像筷子一样，一折就断了。哇，这个真的哪里讲哎，容易撞到大龙虾，马上就再见了。就直接这样再见了。制作龙虾干，除了干鲜的部分要特别注意之外，在猪子的绑法上面也要特别的加强。
每个珠之间的距离都要经过很仔细的测量，才可以让种虾的时候收线可以更加的顺畅。大哥，你敢知手工糕的敏感度？敏感到什么程度？你知影？我唔知呢。连狗也白过，伊嘛会叮当。蚂蚁爬过去，那个干干尾都会有音讯传过来。大公的梦话。为了证明格林的话，我们特别准备了三种不同重量的铅锤，分别挂在手工杆的杆尾上面。最后发现，针对不同重量的铅锤，杆尾反映出来的差距呢，却是相当的明显。不过，这样子的差距应该还不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吧？哦，阿你好多病哦，病裂头啦，加胆坏坏。啊！你那个身材怪，伊嘛是叮咚海。好，无你认为安尼吼？你认为我这拢伤重对不对？对。来，咱开始吹。哎，你要拿啥？水深地有够轻无？安尼。啊。有啊。哦，风吹到叮咚啊！甜美。阿娘喂，有要这么拼吗？要是连随身碟都挂上去都可以有反应，哈哈，我就真的心服口服了。哎，掌声鼓励！厉害哦！哎呀，我粗啦，感觉上很粗，但是也可会那冰干这类的。哎呀，你话咱这手工糕啊，就是差在这啊。虽然有了手工杆的加持，提升了我不少的战斗力，但是想要挑战生产在暗黑魔窟中的百年神龙，我有野心是无够的哦。看样子，老友我有必要跑一趟海洋公园，彻底了解龙虾的习性，才可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位于新北市的野柳海洋公园是北台湾相当著名的观光景点，平常除了养育各种海洋生物让游客观赏之外，同时也肩负着抚育海洋的重大责任，尤其对于龙虾的保护更是不遗余力。他们每年呢都会固定放生3年以上的成熟龙虾，目的呢就是要让海洋更加的充满生机。整个那是我们那个后勤养的一些采集，然后开始慢慢养大龙虾各种品种，我们都会把它养在这边，好，那边也有，但是比较小只一点点。哦，你这就是拢规细汉，啊，都较饲，啊，哎，那腾开温度那个康老了，哦，那其实现在就蛮紧。龙虾其实是蛮强势的一个品种，有时候会移动的时候会群居的移动，那可是平常呢是各自一个人住一个洞这样子。哦，因为那虾子跟螃蟹一样呢，都是要脱壳才会长大。那脱壳的时候呢，就是它最脆弱的时候。当脱壳的时候，身体很柔软的时候会被同类吃掉。对，所以它必须要在平常就是独居的，好，独居的。然后有一个季节性到了，它就会集体迁移，可能气候啊什么关系，它会迁移。哦，说它在脱壳的时候，脱完壳我们也钓不到它，对不对？原来钓龙虾还真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啊，要注意到的外在因素还真多呢，只要有一个环节不配合，很有可能就跟他擦身而过了。难怪有那么多人把钓龙虾当成挑战的目标。哎呦，这小这小 baby， 这是小 baby 幼稚园修好了，你变的啊，这首先讲讲呢，慢慢变等一下就这样，这是同一只吗？不是，同一只、同一只成长记录啊，欸，全世界只有我们这里才有记录，你都那么有心哦，还有艺术保姆啊，啊像这大只还等家我们就开始放掉啊，啊一般它也才大到几岁，啊几岁拢20年以上啊，来这五斤以上那种大只哦，拢十年几条，你如果钓到5斤的都就是三十年几条，哎，拢三十。哎，不啦，十年几条，十年几条，阿秀爷这个十年。哦，咱家啊，有听无？咱们可爱的龙虾小宝贝，可是有30多岁的寿命可以活。所以呀，以后如果看到小只的龙虾，可不要急着把它带回家呢，要还给他们快乐长大的权利哦。这个会长大，这是我们台湾的哦。
台湾也有，对啊，会长到那么大，水可以到那么大，可是台湾已经赶快，对，可是台湾抓的比较那个多一点，所以它没有那么大可以养活，哦，比较没有机会活那么久，抓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不能截止而已，对的，还做保育的动作，丢丢丢丢，哇，是。OK， 时间也不早了，趁着现在黑夜降临，正好是龙虾大军准备要出征的时刻，我已经等不及要来挥舞这个专台湾和对付日空顶国包银的屠龙宝镐喽！有了这把神兵利器的加持，今天一定会有个不平凡的夜晚。而且格林还说，他也带来了一样珍贵的宝贝，要让我大开眼界。真正的啦！哥，我哥有事吗？我没有。哎呦，啊，这这有真的，我来警察。出事啦！Green 啊，你这只龙虾是从哪里抢来的啊？真的是吓了我一大跳呢！是你啊，哥！哎，这个是你是在哪个地方标本那边那么拿来的？好啦，啊、这是今年哟，朋友钓的记录鞋，你怪钓啊？啊，当然是假咯！哇塞，没有想到咱们硕港居然隐藏着这么可怕的货色哦！人家人家，今晚有众家高手的陪伴，相信一定可以把记录往上推进。上钓鱼，上钓鱼哟！哎，哦，快点，快点！管理老师了，上一斤，跑掉了，跑掉了。不会吧？大好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虽然传来的虾讯并不强烈，但也算是一个好的开始了。格林加油嘿，我可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你的身上喽。哎、hey, ，my friend， 哎、hey. ，啊这边那高就小高点。好啊， oh. 来，陈哥我跟你讲、hey. 哦，咱这届用的你吼、哦，小梗啊。小卷就是这种 size 的，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Hey,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四排卷。哎、hey, ，阿凯，我问你哦。像咱那边钓龙虾哦，一般拢爱用迄落小竿啊。沈哥，因为小竿啊较软。敢是？你看，我只有穿两项物件，第一项你看，蛤蟆。哦，蛤蟆。嘿，啊，过来这虾啊吧。啊，甲弹落。嘿，咱即摆甲弹落，甲做比较看下啊。哦，都瞧。哎，真有来呢。嘿啊，来啊来啊。来来来来。啊好。金鞋啊吧，哎，今天伊个卡伤伤颠哦，因为卡伤颠，伊会硬较久。哎呀哎呀，哎，你巴肚枵哦，袂有啦。哎，迄边冇你食蛤蟆啦。哦，你看，因为迄蛤蟆壳安尼拍开个吼，哎，内底是软个，所以嘛好生紧生食嘞。这个咱龙虾吼，拢紧软个食啊，所以我们的那这个什么，哎，那个小馆呐吼，那么受欢迎。对啊，因为。这个吼，伊手眼软，啊个 Q 较耐吞，比较不会被倒死走。等个龙虾来吼，加的机会伊个较大。原来这么普通的小卷，居然是钓龙虾的最佳法宝啊！真的是有实力，难怪我们大开吼吼，马上一个钓虾喽！耶！到了到了，小心点，好走好走，哇吼，快点钓！这宝宝咬了你！哦，鱼虾，鱼虾，玉米虾哦！为什么叫玉米虾？因为它长得像玉米啊！哦哦，黄背心，放那个傻货黄背的，对吧？对呀、啊。哦，它也是毛茸茸，你看它的须不一样哎。它有前面有两只毛哦，有没有看到？跟一般不一样。好神奇呀、啊！这个令人惊艳的小宝贝，让我对这片黑幕之下的大海充满了许多的好奇心。真不知道，等等又会有什么奇怪的海底生物会探出头来跟我打招呼呢？哎，我看你的钓组跟那个格林的不赶快呢。
这恁家己做的？对，这自己做的哈。因为哈，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告诉你，因为哈，那个盐哈，很嫩的。很嫩。很嫩的物件，你削掉哦，你怎么起来的时候哈，就削掉。啊，你也撸出来，你就撸好。啊，这个有个好处就是哈，它是白给的。整个咱以前拢是用这款烟呐，对啊，因为这种铅哦，它在我们上下在染康的那个动作的时候，它会导致它变形。为什么变形？铅跟白铁铅来比起来的话，它是属于比较软的材质。啊，这种白铁铅哦，按哪卡都卡不掉。那不可能，我不相信。我试哦，你看。好好好，好 ，OK， 来。为了测试不同铅锤挂底的严重程度，我们在水族箱当中呢，模拟消波块堆叠的环境，实际来测试晃饵时会遭遇到的情况。像这个的话，我们现在软的铅来讲的话，就是普通的铅哈。我们在礁石区里面的时候，它的行进进进出出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狭窄的缝的时候，一上来之后像这样，哎，卡铅卡住了，卡住了，对，它这样就卡住了。你看我现在如果先放松的话，先把它放松的话，它怎么样掉都掉不下来。然后我们在新的扯也是一样，永远的卡在这边，这就是掉下来的时候比较怕的一点。来，整个现在我们换白铁铅哈，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礁石区的细缝处的时候，我们怎么拉没有，它怎么卡都卡不住，因为它是硬的东西，硬材质的东西。它不会变形，所以它卡不住。哦，就算是不小心轻微的卡住了一点点的时候，我们抖两下，它也是都开的。OK， 万事俱备，只欠大虾啦。现在时间也来到了半夜，海中的龙虾应该也在蠢蠢欲动了吧？哎，下面走，电子抓了。呜，还好我。哎，什么？呜，刚挂的嘞，挺正的。哎呦，这里是密码龙虾。这是密码，对。密码哈，哦，这边好像这个组群蛮庞大的哦。哎，对，啊，这是比较小只的，这是未来的大物啊。哎，对对对，哦，就是小的多，但是这边龙虾多，生态丰富。哦吼，这群屠龙高手的绝招还真多啊，学也学不完。但是最让我敬重的还是他们那份保护龙虾的心，从最简单的放生做起，将来才会永续享受到钓虾之乐。只是时间过得还真快，不知不觉就天亮了。哦，好累哦，现在爱困呢，你可没爱困？没啊。你忝哦？忝啊。会忝哦？我帮你坐个倒位。那还坚持落去啦？坚持我知啊，迄群龙恁要讲啊，等几波等几暝。真正不是我爱 complain 啦，只是饥寒交迫的情况已经快要把我的热情给打败了。天哪，我怎么那么衰啊，好不容易中虾，却只看到一只虾饺。我问你讲，是上重要。你讲，伊即马卡断去了吼，伊是走去，还是我等下过来加？伊差不多两天未食，听着听噶，嘿呀！啊，你即马袂使讲，阮导演听啦。无是这只啊，你讲白只啊，一句内底无可能讲白只啊。哦，伊讲好，讲错，讲两天，叫阮做做只答应的，答做两天，伊这。他这个可好会哦，这种事他干得出来呢。这么没有人性。做节目你知道吗？这么没有人性。对啊，他这地上只有收视率，没有我们。虽然很心痛，但是看到那么大只的虾饺，我的精神也全都振奋了起来。咱们的屠龙大战虾巴场准时开战。你也丢啊！丢啊！丢啊！来喽！丢啊！妈呀！下回呀，咱们不务正业的阿凯放的龙虾不钓，居然跑来甩铁板，阿个回钓鱼，哈，真正被搞气死！你也蛮丢哦。
平叉斩，平叉斩，哦，厉害呢！没发现，没发现，哦，哦，没发现，快攻，赶快啊！快点！现在的情况是一发不可收拾啊！这大海中的巨怪不停地向我们袭来，现场的钟鱼声此起彼落，只要一下竿，绝对会有大鱼上钩，实在是太惊人了！一扫我所有的阴霾，只是你们这群高手，哎，不要把鱼都给我钓光了，嘿，也留几尾让我威风一下嘛！大哥，今晚吼，主要是这个套餐，发布过的时阵，哇，小呱呱大军出没。啊，我那钓两下哦，那个暂未钓到即嘛，稍微休息一下，中场休息时间换这个小呱呱上阵。经过了一整晚辛苦的等待，总算得到了一些小小的收获。这群小牛干的出现，带给我无限的希望。我相信，只要继续坚持下去，肯定会有更甜美的果实。加油！快！哦，整个牛！是啦，人客啊，快步娃娃钓啊啦！有什么鱼啊？来，一定换。哦，哎呦！呼呼呼呼！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哦！出现，出现，出现！哈哈哈！我说话你，我走。说话你。小弟，啊，小弟呀！啊，叫两个还有。两个，叫两个。小米呀、啊，那几种坚挺，居然在这紧张的时刻给我钻洞，该不会飞机要发生了吧？哦，找到，亮哥，哦，亮哥，亮哥，好，起来，起来了，哈哈，呜呼，看到没看到？哦，呱呱，能干能干啊！想到这次的屠龙大战还可以遇到那么令人意外的插曲，真的是带给了我无限的乐趣。但是当我们在享受博弈之乐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保育工作哦。虽说放生小鱼，爱护我们的海洋才是我们钓鱼人最首要的工作，你说是不是啊？哎，沈哥，哎，我在干啊，啊，哥，我在干，哎，啊！你看，你看，哎，上，赶快拖过去！哎，我来，等等啊，hold住，好。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激战，所有的紧张情绪全都在此刻爆发出来了。到底谁能登上屠龙霸主的宝座，就看这一根了。太夸张了，兄弟！哎，这边错不？有啦！真的吗？真正的啦！吼吼，咱这大坡的吼运气真正有够好的啦！今天最初的龙虾居然被他遇到了。第一缸要过啊！第一缸要过啊！进来进来！你看，哦，好、哦啊，哇，啊，等等，行，不要那个啦！好啦，莫憋啦！天哪、啊，我真正昏倒，居然卡住不动了！格林呐、啊，千万要撑住嘿！硬的龙，硬的龙啊，真是排骨心脏喜欢裂的。我没有信号啊！我没有。太突然了吧！居然同时中虾了，这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看样子好运已经回来了。哦，他玩他玩改，我要放松吗？哎，不能，我们就只让杆不让线。哎，我今晚马上去找杆，我把钓嘞。真正是有够紧张了，现在也只能坚持下去，绝对不能给他认输。哎，小哥开始你跳好不好？这种现在我就要紧看，嘿，我就要紧看看，嘿，紧看，嘿，啊，哪个，慢慢来，何必啊，三弟，别搞，别搞，别搞，呼呼，别搞啦，呼，呼，人小惊点，人小惊点，哦，哎，等下你再关起来，人听下关起来，好好，这个，经理头，经理头，好好，我再。对啦，哈哈，总算被我逮到了哈！我的大虾就快要出现啦！我出水了，出水！呜呼呼！呀！啊，这一把！啊，不要！耶！哎，怎么样？阿仔呀！哎，我来，我站起来，哦，对呀！
天呀、啊，真的是太漂亮了，又让我收集到不同品种的龙虾，硕哥的宝藏真的是挖都挖不完呢。哎，沈哥，阿爸，你跳，哦，水，哎呦，进来，来，哦，大家要起来了，哎，三哥啊，你要下水哦。都快莫，我的百年神功要上来啦，格林呐、啊，千万不要再出 trouble 了哦。哦，挂掉啊！哦，啊，一把！哦，抱歉抱歉，哎，你的宝贝，哎呀，谢谢哦！经过了一天一夜不眠不休的守候，胜利的果实总算在此刻绽放出光芒。看到这位大侠出水的那一刻，真的是让我相当的欣慰。我感动的是，在所有人的努力之下，我们的海洋终于渐渐恢复了生机。我们应当努力的坚持下去，让这得来不易的成果永续的发展下去。宝岛鱼很大，祝大家龙年行大运，耶、yeah! ！浩瀚的海洋，鱼种缤纷，令人眼花缭乱。大海虽然无垠，但资源却是有限。这一次的行程发现到了许多不同品种的龙虾，每一位都是那么样的眼力，也让我真正的体会到，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心存保育的信念，这片辽阔的大海一定会给予我们最美丽的回报。守护海洋的工作不能就此停下脚步，要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继续共同的打拼下去。来来来来来，轻点中度，轻点中度吗？